自从两个秃子见面，空间都亮起来。自从两个秃子见面，空间都亮起来。韩国瑜访陆会见国台办主任刘捷一，语带幽默出访大陆不止拿自己的秃头开玩笑，连名字也可以。澳门破旧，南国瑜，南海瑜，就是韩雄瑜，没关系，做生意赚钱，以和为贵。 韩式语录无极限，访陆签约更不忘调侃一下新潮流。为了北农总经理丢掉县市半壁江山。台湾很流行一句话：抢了菜摊，丢了江山，就代表菜摊有多么的重要。就算拼经济哀轰，韩国瑜也不口出恶言，这样答照样让对手说不出话来。他猪八戒卖不了人参果，我孙悟空开始在卖了，你有什么好扯后腿的？ 呛民进党猪八戒卖不了人参果，还要扯后腿，韩国瑜不敢幽默风格狠狠打脸回去。叫陈其迈回去在酒吧酒馆等我，我陪他喝杯酒，好不好？他废话太多，没网上对。回去以后好好见个面。孙悟空回嘴果真也没在客气，别人酸言酸语，他自娱娱人。卖水果不要卖身，哦，卖笑，看到你的笑眯眯的啊。幽默回击，韩国瑜好口条，引经据典，句句精辟有力。记者大陆综合报道。